今天呢是2020年的4月19号，现在给大家播报一个重大消息。今天呢在公安部的网站以及在我们的这个纪委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啊，就是公安部的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被查，消息非常的短。我们看一下啊，这里说的是据中央纪委国家纪检委网站消息，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纪检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消息啊！因为这两年以来，关于孙立军副部长在这个国内的一些负面消息啊，也是一直在流传，但是这些负面消息呢，在国外的网站上流传的更广、更宽、更深，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的消息，包括这个一个叫郭文贵的人啊，一直也在爆料这个孙立军副部长的一些负面的消息，我们一直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信息是不可靠的哈，各种问题，但是呢，今天的这个突发消息给了很多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孙立军副部长啊，上一个礼拜的时候，甚至在上个月啊，还一直在被派往武汉前沿进行指挥，大家当时还觉得这个是对于孙立军的一个重用，是吧？就是在抗疫当中取得成绩，回来肯定是要进行表彰的。没有想到啊，真的是这个还是晚上打虎，是吧？这个7点多公布的消息啊，就是周末宣布的这个消息，一回到北京就给抓起来了。那后续呢？会给他什么样的罪名？到底是贪污腐败，还是这个对抗中央？什么样的罪名？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啊。但是，现在眼下的这个信息，这个消息是对于整个关心政治的中国政治的这个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这可能意味着在中南海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给你带来更多的播报。谢谢大家。